让你走了吗？脱了吧，我这龙饮天池有疗伤的功效。你是否该先起来帮我上药？你怎么不去找青青啊？她不是你的婢女吗？这倒是。担心自己的形象在青青心目中受影响？不是，别嘴硬，人间情爱就应该多多相处。可我身上有伤，万一会吓到青青。你不是说马上就会被召唤，还在这里啰嗦什么？你说我这身会不会太单调了？是不是变傻也是必然的阶段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事。让你走了吗？一切。